先不说过去啊，咱就说现在。哎，等有机会，你二姑娘回家再听你讲那过去的故事，行吗？好嘞，那我先打个电话吗？好的。哎，喂，老公，我妈参加演出这事儿让我搞定了啊。那，别讲那没有用的，回家再报。嗯，么么哒。妈，哎，这么说您同意了啊？您可不许反悔，我那边还有点事儿，我得先走了。哎，对了妈，你跟我王叔，您俩得抓紧时间，你知道吗？得好好练一练，把你俩最精彩的那个呀，给大家呈现出来啊！嗯、我先走了，我来不及了，拜拜妈。哎，放心吧。对了，我还真得找老王头练练去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老范嘞，又把啥砸嘞？砸我自己，不是砸你自己这么大动静啊？砸我自己这茶杯，不是你凭啥老砸这茶杯呀？这玩意儿浇凉水都烫手。你说这老东西啊，就小心眼。你说说，我不就是和老王头要代表社区到区里参加个比赛吗？你就打心眼往外不愿意，对吧？我说了吗？你倒是没说，可比说还严重的。你以为我是3岁2岁孩子啊？我啥看不出来？你看出啥来了？我说老范呐，我跟你过30多年了，你啥样我不知道吗？不就参加个比赛吗？至于你这样吗？你参加啥比赛呀？你现在还会干啥呀？你都啥岁数了？你都啥岁数咋的？哼，想当年我是剧团的角儿。对，你是角儿。那我是干啥的呀？你不就是一个文化馆抓演出的吗？你太明白了，那没经过我审查，你就能出去演吗？啥玩意儿？别吹啊！还你审查人，那是文化馆馆长审查，你就在旁边给人倒两杯茶水。那你知道我倒茶水的时候，我跟那馆长说的是啥不？说啥了？馆长，这演员不错呀。要不叫我这一句话，后来排那个马寡妇开店，能轮得着你守寡呀？干嘛？照你这么说，我有今天还亏了你当时的一句话了呗？那你以为呢？老范头，早知道这样，我这辈子我都不干这行。我从今天宣布，我封嘴。我不唱，你唱不唱是你的事儿，你跟我说那有啥用？大姑娘美得来个大姑娘郎，大姑娘走进那青纱帐，东瞅瞅西望望。妈，妈，你看看，哎，我给你准备的彩衣怎么样？准备那玩意儿干啥呀？给我装老啊！妈，怎么这么说话呢？关上这彩衣，咱装嫩呢。什么老嫩的？我不唱了。怎么不唱？怎么不唱了呢？问你爸。呵，这不耽误事儿吗？爸爸爸，爸，怎么了这是又？哎呀，他唱不唱你问我呀？哎，我媳妇儿电话里跟我说的好好的，怎么不唱了呢？这。妈，妈，妈妈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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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得唱啊！哎呦，代表社区到区里参加比赛，你这回要能得个第一名，不光你自个儿脸上有光，全家人都跟着你沾光啊！就拿我来说吧，我们单位人就得问我谁得的第一啊，我得告诉他们我丈母娘，我媳妇儿单位，二米粒儿也得问他呀。谁得第一啊？那就得告诉他，我妈妈，世界上最好的妈妈。我爸，爸，爸，你别睡，你看，你在小区里遛弯，大伙也得问你啊，谁得第一啊？我爸就得告诉他，我老伴儿啊。哦，还有我王叔也得说呀，那是我。你咋又摔上茶缸子了？来看看。爸，王叔就得这么说，不是？王叔说呀，那是我最崇拜的老哥哥，
他的老伴儿啊。行了行了行了啊，你不管说啥，我就不唱了。妈，你这不对啊，你这不能说话不算数。想当年你在剧团，你那是角儿啊。我是啥角儿啊？啊，我这角儿是人家一句话给说出来的。谁这么大本事？我。那我爸说的对呀。啊。不是，你这角儿可不是我爸一人说的，那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一块儿说的呀。妈，你是不知道啊，广大的人民群众多爱听你唱啊。人家都说了，你一开嗓那就是夜猫子进宅呀。啊？能那么说话吗？人家那叫黄鼠狼进鸡窝。少说两句吧，爸呀，就你耽误事儿。我想起来了，妈，你就是百灵啊。百灵鸟。哦，社区里的百灵鸟。行了，你就说你妈是凤凰武昌。我看行啊。哎呀，行啊，既然我妈做出这么重要的决定啊，我也没什么办法，但是这个影响可是太坏了。哎，这不刚才我进院的时候嘛，小区里边李太太张老婆子在那儿议论呢，就议论的这事儿。这李太太说了，哎，听说没有啊，老米婆子要代表咱们社区到区里参加比赛呢。老张婆子说了，啥玩意儿，他还能比赛，嗓子都倒仓了。哎呀，这剧团不到60就让他退休了。哎呀，还唱唱什么？啥玩意儿？我倒仓了？哎，忘了吗？哟，是他们这么说的啊？他们说的啊？就凭他们这么说，这场演出我必须参加，下刀子也参加，我还必须拿奖。这才是角儿的风采呀、啊！你不是刚说过吗？哎，老将出马，一个顶俩。你要出马，他们全傻呀！妈，你这样，你坐着，哎，你坐歇会儿啊，我给你把这彩衣哎熨烫一下，哎，放亮亮的啊！哎呀，亮亮的啊！哎呀，哎，哎呀，这里边肯定是有啥事儿，要不然他那么积极，哎，保证跟他有关系。哎，二姑爷，哎哎，妈，过来过来，哎，我这烫衣服呢。妈问你点话啊，你说。我说这场演出妈参加不参加的把你急这样呢？我替你着急啊。这里有你啥事儿啊？当然有我事儿了啊。刚才我不是说过了吗？啊，我是代表广大的人民群众表达了我诚挚的这个心情啊。啊，我是你广大的粉丝当中其中一只啊。我说二姑爷，哎，今天你得跟妈说实话啊。你要说实话，妈不但参赛，肯定给你拿奖。如果你要不说实话，爱找谁找谁吧。那必须的吗？不是，妈，我说的就是实话。你说实话了吗？行行行，妈，那我跟你说实话吧。是这么回事儿，咱们社区要改造公共厕所，当然了啊，改造公共厕所是大工程，但对我的公司来说，那就是这个月的大活了。我想把这活揽下来，但是社区的主任给了我一个任务，让我动员您代表咱们社区到区里参加比赛，必须得第一名。你现在不去了，你不去了，我厕所也没了。你这不都挺好的事儿吗？哎呀，孩子，那你是早说呀！妈要知道有厕所这事儿，偷工地都得去。你去就有厕所了？这，那得拿第一。就你跟老王，你们俩，你差不多。我的妈呀，老东西，瞅你那撇子辣子嘴！你这意思就是，俺们的节目不过关呗？啊，得搁这儿给你表演一遍？你不是给我演。你是给厕所演，哎，不是，
爸，你怎么说？你不是要厕所那个活吗？那我也不是厕所呀，你给我们俩演一遍，我们看看你能不能把那个厕所拿下。哎，爸，这主意好，妈，这行。哦，那行，你俩等着，我找老王头去。哎，我擦杯，我哎哎哎，爸爸。你看这缸子，这巴巴拉拉的。哎呀，不是。这样吧，你就自己来一下 啊！我哎，你一人唱俩，好不好？哎，我就看个意思。那也行吗？行吧，好，好，好，来，我坐好，坐好，坐好。哎，爸，哎，鼓掌，鼓掌，鼓掌！哎，掌声！哎呀，吴二叔啊，我妈轻易不唱。哎，我和老王头的节目是男女生二重唱，思念。嘿，好。这一定是马唱啊！哦哦哦！你从哪里来，我的朋友？这歌词儿就有毛病，俩人都不认识，啥毛病？谁说不认识？认识他不知道他从哪来。我说你别搅和行不行？你别搅和，爸，你真是。妈，你接着来，接着来。第二句老王头唱啊！老王。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。这俩人关系就不正常。什么不正常？正常关系走门，跳窗户干啥？妈，唱不唱？坚决不唱。别，你说出话来我也唱。别搞吧，一般解释。但是咱这话又说回来了，爸刚才这一番解释啊，我也觉得这词儿，不有点问题啊。有问题，有问题。哎呀，妈，其实啊，广大的人民群众还是愿意听您唱戏。愿意听我唱戏。哎，早说呀，那不省拿把掐吗？就是嘛。哎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和老王头啊，有这么做病了。嗯，我和你王大爷呀，有一个二人戏啊，叫《墙里墙外》。哎呦，这好听啊！我给你唱唱。行行行，你看行不行、啊？你一人唱啊！对，一人唱啊！一人唱啊！第一句还是我唱 对，鼓掌鼓掌！掌声！繁星眨眼，月牙弯呐、啊，微风轻吹，柳树尖儿哦。墙跟前儿啊，扭头的探头探脑往过卖单儿啊，墙里是寡妇家呀，墙外我抓光杆儿，两边都哎，怎么还有这一段啊？这根本不是一人干的活，这怎么样？我给你帮个忙啊。你会吗？试试呗。行啊，行不行？试试，来试试试试试试。哎呀，来预备，开始。是啊，哎，走。好，两边都空的老的，缺心又少肝啊。二嫂，我自从守寡一直没找伴儿啊。大发我四十多岁啊，还没有那老婆孩儿啊。唱的不错呀，那啥时候练的呀你？当年盯梢的时候熏陶的呗。爸，我都没想到啊。嘿，行。妈，我提个建议呗。这回去参加比赛，你就别叫着我王叔了，把我爸带上呗。行。哎呀，老东西，哎，还愣着干啥？赶紧收拾行头去。好嘞。哎。我有老王唱的好，好。你说你们俩都在一起唱一辈子，你说我这半个道的插一杠子，那老家伙别再出点啥事儿。那你啥意思啊？你还跟老王唱吧，我就不当这第三者了。
我找老王头排练去。我这还给他充上电了，我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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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啊！别拿这茶杯出气了，行不行？啊！你干嘛又要摔茶杯呀？什么时候要摔茶杯了？啊！我这订一辈子烧了，我不差这一回。爸啊！刚才你跟我妈说那番话，那是真爷们儿。你这又盯梢，你怎么这么小心眼？谁小心眼？那你这是干嘛？你妈去排练唱戏啊，身边不得有个端茶倒水的呀？哦，你也别闲着啊，跟我一块儿去。那你妈那么大的角，那得俩助理呀。是个宝贝。